在去马明山建设餐厂特别水，虽然气温真低，但是真侪爸爸妈妈真早就带着小朋友来到公园内边参加冬季会写信比赛。对哦，咱家小朋友吼，啊有一个吼啊参与感吼，啊互因提高吼因的兴趣安尼，对这个学生吼啊产生兴趣。这个活动，咱来持续吼啊，一直甲办理去安尼。波东乡国际冬季会自去年开始有举办儿童写信比赛，受到真好回应。今年再度举行，家长和小朋友真早就来到公园内面找上好位置，要将上水的马明山公园和丁兰宫记录落来。冬季会长同时也是波东乡代表会主席张俊宏也期待透过小朋友画笔，将波东的美景行销出去。五年千岁吼，啊，这个公园吼，啊，伊叫咱五年千岁吼，啊，来甲。这个吼、哦、打开吼、哦，迄、那个能见度吼、哦、比较吼、哦，啊，都甲行销出嚟安尼。保中马明山丁安宫除了是地方的信用中心，也是国内五年千岁坐标。这场写信比赛除了记录美景以外，也将亲子之间的好感情记忆，拢留在马明山公园内面。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